わー、すげー。わー。差距。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适合穿汉服的日本人。好看吗？特别好看。你要不穿一个？我不要吧。没钱、啊。不搭配，完全不搭配。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啊？对。你单独自己啊？单独。我以为一起合影呢，一起拍合影。好看，好看，特别好看。慢慢君，他叫七岁，是一名为了自己歌手梦想正在努力的日本女生。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拍戏啊？对啊，拍古装戏、啊。古装戏啊。现在没有，但是有没有幻想的。哇，哎呦，超漂亮。超好看。哎呀。去年八月份，几乎不懂中文的七岁来到中国留学。他今年参加了一档选秀性综艺节目《青春有你》第二季，在拍摄的五个月里，他一直住在广州的宿舍里。私底下和选手们发生的有趣的事。例えば私ルームメイトの小斋、还有胡鑫呀、陈英、我的室友是真的经常偷偷吃东西啊，小斋买了肉呀。到我们的房间的话，小姐说：“七岁哥，七岁哥，这个是肉，然后，今考えればおかしいですよね。こんなハム一つでみんなイエーイって喜んで。食べ物のありがたみが分かった。はい、そうです。食べ物のありがたみ分かりました。七岁因《青春有你二》的火爆而备受瞩目，聚光灯之外的他。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哇，好重！肉，我想吃肉，我喜欢肉。这边应该是螃蟹。螃蟹。卡尼。上海蟹。我想吃上海蟹。啊，一个。我想吃这个。螃蟹好贵啊。这个。这多少钱？这个。228一斤，两只基本上是2.4够吃了。就你们七个人吃？我们不吃，他们吃就行。啊，吃，给。来不来？来几个？你想吃吗？我想吃。哦、谢谢。然后啊，哇、哦，我喜欢这个。这一个也12块钱。啊、这个和这个一样，一起的。蟹粉虾仁。啊。哇。嗯，吃的太多吗？哦，你稍微客气一下好不好？好的啊。好谢啊！哇哇，有点东西。来吃吗？哇，吃一口。这个好好吃啊！可以站起来，还可以直接拿，直接拿着吃吧。吃吧，好吃。まあ久しぶり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んなに豪華な飯食ったの。はい。4ヶ月。うん。いや本当に8月に来て初めて中国語勉強し始めたの。でもそれは違うでしょ。昔住んでた時に、うん、日本人学校の授業の中でも中国語あったりとか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喋れるとかではなかった。中国にいたのは小学校の時だけでしょ。はい、うん。お姉ちゃんがその大学に一緒に帰って。ああ。お姉ちゃんって結構離れてるの。離れてます。七岁。ああ。比我大七岁。七岁。所以我是七岁。本当にそうなの？本当にそうなの？对。这么简单的吗？对啊。对。大叔，你会唱歌吗？不会。啊？为什么有的那个划船的阿姨都会唱歌啊？我这个唱歌唱不好。由于撑船的大爷不会唱歌，七岁决定给我们唱一首。王菲呢？哦，王菲，一年。哇！好多路他看。太厉害了，王菲挺难的。
思念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私が出てた番組とかも見て、みんなこういうの日本にないよねとか、すごい面白いよねとか、すごいみんな言って、いろいろ知ったりとかして、そういうのも嬉しいです。そうやね。まあただね、日本人は愛知の番組は基本的に見ないから。很火的，现在在日本。不会吧？在《青春有你》啊，在日本很火的，你不知道吗？啊？对啊。很多爱豆都在看。真的。欅坂の森亜香ね、奈緒さんのなんか。ファンなの？そうです。本当ですか？報道です。これ。真帆ちゃんの名前出た。わあ、谢谢。真的吗？我好开心啊！今度は欅坂と一緒に歌ってみようかな。怎么感受？我不能相信的感觉。不能相信的感觉。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七岁，他以一位日本选手的身份参加《青春有你二》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敬请期待下集。